中午的游行真是非常的成功，大家辛苦了，辛苦大家努力。沈处长、沈处长夫人、郭副处长、郭副长夫人、陈主任、林副主任、沈主任，你好，欢迎你来芝加哥。各位来宾、各位主席团、中华会馆的前任主席们、先生们、女士们、西门季姐，大家好，大家晚安。好，大家光辉的十月，我们很能够很高兴代表中华会馆与大家一起，在这一年一度的中华民国国庆，特别是今年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大家都很高兴。我们都知道，每年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庆祝我们的双十国庆，从没见到过，尤其我们在外的华侨，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在1911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带领着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在武昌起义的成功，推翻了反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扫除了中国2000年来的君主限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为中华民国建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当然，国父孙中山先生是建立了民主的国家的先锋，使人民在有民智、民有理想的大方针之下，我们享受了他的福祉，他留给我们的三民主义引导我们整个世界。这些政治的理念目前在中华民国政府相当的成功，中华会馆一直追求着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跟理念，来长期支持我们中华民国大有为的政府。谢谢大家。最后，我祝贺我们中华民国国运昌隆，百年生日快乐！更祝我们大家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家庭圆满幸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欧主席。下面我们请驻芝加哥台北经济盛主任委员、中华会馆的欧一平主席以及各位前任主席、各位侨务荣誉职的 人员、各位侨团的首长、各位侨领、各位贵宾，还有新闻界的友人，大家晚安。我也回应那个欧一平主席刚才所提到的，我们那个今天中午在我们的华埠举行了是盛大的庆祝中华民国100年双十国庆的游行啊，那个参加的人员非常的多，一共有77个队伍啊，那个场面也非常的热烈啊，那个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啊，看到了我们芝加哥侨胞坚定支持我们中华民国的热情跟决心，谢谢大家。今天我跟我的同事们在华埠看到到处飘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啊，我们心中都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的祖父母、我们的父母都曾经为中华民国的生存发展而努力的奋斗，而我们这一代何其有幸能够亲眼看到中华民国在经历重重的难关险阻之后，终于来到了100年这个里程丰碑。中华民国能够在100年前建立，当然是因为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唤起全中国的人心，所以能够推翻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有海外华侨积极的出钱出力的支持，
然后才能使得国父的革命运动能够那么迅速的成功，然后来建立了中华民国。各位亲爱的侨胞们，就是你们父祖的拥护支持，才使得中华民国能够建立。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接连遭遇了种种的内忧外患，但是在那个全国的军民以及海外侨胞的支持之下，努力奋斗，先扫除了军阀的割据，接着又浴血抗战八年，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狂潮，战后我们因而能够参加联合国的创立，成为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为中华民国争得无上的荣耀。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国共内战失利后退守台湾，但是在国内军民坚持奋斗不懈以及海外侨胞不离不弃的积极支持之下，中华民国从濒临灭亡之际获得新生重建的机会，在台湾完全实施国父提倡的三民主义，实现了自由民主跟军父的理想，缔造了傲人的经济奇迹，并且建立了民主宪政体制，证明了即使在华人世界也能够建立和西方国家相同标准的民主制度。台湾成为了全世界重要的贸易伙伴，不但对那个全世界的经济体系提供了重大的贡献，同时对中国大陆30年来的经济发展也提供了重大的助力。目前在大陆投资经营的台商有数十万人之多，他们对两岸的共同的富足繁荣发展有很大的贡献。正如马总统在本年国庆文告中所说，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希望双方正视现实，求同存异，互助合作，建立制度化的和平关系，这才是两岸人民之福。各位侨胞，中华民国成立百年以来，对于中华民族的政治再造、经济建设及文化复兴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希望你侨胞们一本初衷，继续支持国父理想，使那个支持中华民国进入下一个更为繁荣昌盛的百年，继续对中华民族以及全球社会给予更精彩、更动人的贡献。最后，我敬祝中华民国国运昌隆、民生乐利，全体侨胞、各位贵宾事业顺利、家庭美满。谢谢大家，谢谢。下面我们非常荣幸，各位现任主席，还有各位侨界的先进跟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今天我真的很荣幸看到现场这么多很爱国的侨胞聚集在这里。那我今天大概有三个身份，第一个我是这个中华民国文建会的主任委员，就是负责国家文化事务的推动。那我第二个身份我是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基金会的执行长。所以今年在国家整个庆祝建国百年的活动是由我这边统筹来规划负责推动。那第三个是我也是半个芝加哥的这个可以说子弟了我在1992到1998我就在西北大学念书。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回到芝加哥了。那我今天真的看到各位侨胞的先进这么的爱国家，然后今天举办的这么一个盛大的这个国庆游行，晚上能够聚集在这里我也代表国家来感谢各位对国家的支持跟热爱。那我想100年前我们有一些20几岁的年轻人，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实现了一个梦想，推翻了满清的专制，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那这个梦想在100年以后也在我们中华民国能够实现。我也要代表国家感谢侨胞长期以来对于中华民国的支持跟热爱。我想这100年来国家经过了非常多的艰辛跟挑战，可是这100年来我们也挺过了这些的挑战，我们在我们的国家也能够在民主的制度、在军富、在社会的多元发展都能够交出很好的成绩单。
我们也希望未来的一百年，我们也能够为未来的一百年打定更好的发展基础，也希望侨界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国家，把我们一百年前这些年轻人牺牲自己生命希望达到的梦想，未来能够在中华民国实现，到时候好不好？好。我们最后祝各位侨胞身体健康，我们国家国运昌隆，有更多的一百年可以实现，谢谢大家。谢谢中华民国文件会许处长耿修。其他的名字我很不需要了，谢谢。平安，大二杯，祝中华民国风调雨顺，国泰。杯酒，敬祝大家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第三杯，祝大家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敬酒。陈主任，请入陈入队，入队。温主任，不入队。欢迎我们的密西根中华妇女会加入我。生日蛋糕，所以这一次很重要，请大家稍微给我们一点点入伙好不好？请大家稍微，各位媒体记者，谢谢你们的捧场，可是请你们给我们一点入啊。好，我们现在由连凯清为我们好好的诚心诚意的